上午跑了四单，2.8个小时，四单64块钱，这个单子还不错啊，这个单子，啊，这个单子还可以。矿泉水放后备箱，冻成全是冰了。现在跑了11单，131。5.6个小时，今天感觉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继续努力吧。同志们，刚才接了一个大单，46块钱。乘客支付了59，一口价46块钱。好像是30几公里，现在的话返程是接不上单子，12单177块钱，现在空车往回赶，空车往回开，这个便宜离这个地方接不上回去的单子。这个是昨天充满电以后，里程一清零以后，跑了有274公里，现在还剩50公里，大概是320公里。那么它实际续航是标的续航是450。这样的话就少了有130公里，这个还是我开暖风的话，就是早上开了一会儿，白天没有怎么开，晚上又开了一会儿，还是开的比较小。如果一天全天开的话，我觉得跑不了300，跑不了300。冬天这个续航的话打折比较严重，大概对半吧，我觉得450的续航能跑一个250，差不多250也够呛，200左右吧，200多。